恥ずかしくな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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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ような気遣いを、そんなのい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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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だからさ、忘れて今日は。Hello，大家好，又系我一家之主。今次走出厨房冲下电，一于走去食拉面，同大家分享一间味道正宗、烹调用功、气氛令人好轻松嘅隐世拉面店。话明隐世，今次唯有同大家一齐揾食行远啲。香港人喜欢食拉面系人都知道，追求味道同讲究嘅程度真系唔输俾日本人，所以好多日本著名嘅拉面店都一窝蜂做过江龙，例如一兰、一风堂，仲有好多林林种种，真系讲都讲唔晒，可能大家都试过晒，而本地亦都卧虎藏龙，而且中日口味兼容，味道真系零舍唔同。今次同大家介绍嘅呢间特色拉面店，佢地点远离繁嚣，坐落喺元朗嘅平山文物径。原来呢一带都系美食嘅集中地，有好多好嘢食，有时间都可以入嚟旅行兼揾食。呢间拉面店虽然面积唔算大，是标准的日本拉面店的尺寸，但是装修都算是几骨子。由行入来这一刻开始，就感觉到店主花了不少心思，自然的装修风格令人感觉时间都好像过得慢一点。看来都要开始，等我点啲嘢食试一试。拉面嘅种类虽然唔系好多，但系选择汤料嘅配搭就种类繁多。我就心多多拣咗两碗之前从来都未试过嘅拉面嚟睇过。老板娘话呢度嘅饺子人气都唔错，咁我就一于点多份，唔错过。拉面 Q 弹可口，豚肩肉美味爽口，汤底香浓醇厚，饺子鲜味皮脆肉汁满口，确实真系有一手。食完碗美味的拉面，同店主慢慢倾下偈。他说爽滑弹牙的拉面是基本的条件，要能够挂到汤才为之掂，要做出能挂汤的面条，其实功夫真是不能少。你看看每份拉面要加上这样的功夫才掂。看来老板今天心情特别好，大方跟我分享完挂汤的拉面怎样做，跟住仲俾我参观埋佢嘅日本叉烧究竟系点做。今日同大家迈出呢一步，一于偷下师，学下点样做。佢话首先选择肥瘦均称、上好嘅五花腩，用钢针起势插下佢，跟住撒盐腌下佢，然后按摩一阵就扎起佢，接住用特殊嘅方法嚟到炮制佢，最后就用呢啲秘制嘅酱料嚟炆煮佢。由炸叉烧、煮叉烧做到呢一刻，其实我已经由天光睇到天黑。
唔好以为咁就得，仲要将佢摊冻之后用保鲜纸扎起佢，再将佢放喺雪柜，用适当嘅温度摆适当嘅时间，先至可以切得。跟住我顺口问多句，想煲一碗拉面嘅美味靓汤，到底又需要花几多功夫？佢话为咗煲好呢碗汤，佢竟然租多一个地方，全力打造一个煲汤嘅厨房。我听完真系冇嘢讲，今次可以近距离睇清楚，做出美味嘅叉烧需要有几多准备功夫？咁以后就唔使断估，知道匠人嘅背后到底有几辛苦。经过今次的体验，知道一碗美味的拉面要达到让食物转化成美食的境界，背后的付出到底有多大？每一个细节都是烹调匠人执着的关键。